借把借题要一，玄操字迹卷十六，各位法师、沙弥、居士，大家早安。请翻开附录三十二页。看三十二页，那这里呢，我们上次呢讲到这个十法中，接着我们看第二个第二支假名中，这个在结某书业书记卷十六第五页啊，看三十二页，第一个第二个一诚实当中分作与无作。位体别者，那我们呢？第二个戒体的思想啊，它是曰啊，诚实论，也就是当中，就是我们啊，四分律所依的当部的，它的戒体的理论呢，是分作与无作。分这个作戒体跟无作戒体啊，位体别者，两位戒体个别不同。那公今嘛是按照这四分律，按这概论呢，思想无同，对着这个概体啊，按照四分律呢，伊分这个左概体甲无左概体呢。两个是无同款的，哦，头前呢，十法中它是通通是色法，作戒体也是色法，无作戒体也是色法，啊，你都看得到啊，看到在受戒啊，所以它的影响力也是看得到啊，啊，那这些呢，通通是色法，作戒体、无作戒体通通是色法，可是这边的假名中啊，通通不是，通通不一样。我们看这个字迹解释，看第二个啊，假名中啊，看那个比较小字的啊，假名中标中，现在讲第二个，言当中者，对前非正学中故，当中就是指我们现在学的四分律，你是我改 BQ 改，都是呢，我们现在按照呢。啊，这个四分律来讲这个啊义理的，所以是我们正式所学的。我们结摩法呢，受比丘戒也是按照四分律结摩法，所以是四分论呢来讲，是咱今嘛北团呢、疏团呢、概论啦，拢是按照四分论啊、这部论呢来团呢，跟其他呢无同啊。如果是西藏，它就是有部律。如果是泰国，它就是通牒部啊，这就不一样了。位体别者，伊的概体呢是有分别的。对前两种体同故，前面十法中两种通通是色法，戒体是相同的啊、哦，戒体通通是色法的啊、哦。好，那这个假名中它怎么样啊？它怎么样意见呢？这边呢再重复再呢？用另外一种方式在讲啊，我们这边已经反复在讲了两三遍了啊，你一直在熏习这个观念啊，我们后面会讲一些结论呢，来讲这些啊。看第一个续中圣，由此中分通大圣，业有兴起，故圣前机。这一中啊，
就假明宗，按照我们师父你所讲的呢，道宣立祖判他分通大圣。分通大圣就是他是有大圣的意思，但是分通不是全通啊，是部分通啊，所以分通意思说那四分力就不是大圣，他部分通大圣，所以他不是大圣啊，不完全是大圣，也就是说四分力始终是正属小圣，但是呢有部分的义理呢可以通到大圣，这是道宣立祖的判教啊。我们前面也讲过，对这个声闻界这个概率到底是小圣还是大圣的，在中国呢思想不同，有的人说小圣，有的人说都是大圣，就算律师说这是小圣，但是呢它有部分通大圣，他这个理论啊，融通大小圣的理论呢，在后代呢影响很大啊、哦，影响很大。那为什么说四分律它是分通大圣呢？我们看今天发的讲义啊，看今天发的讲义，第十章讲义啊，我们看这个呢，第二甲明宗当这边讲分通大圣。在行思超字记超记第八卷二十七页里面有讲五义分通大圣，这边呢引用出来的是扶桑集士桑氏第308页、哦、我们看第一个，第一个相招为佛子，第二个师生成佛道，第三踏婆厌无学，第四舍财用非众，有时候讲舍财用非亲啊、哦，这都可以的。第五，沉静非根了啊、哦。我们看第一个，这五个义理呢，来分通大圣，这是道宣立祖的创建了啊、哦。我们看第一个，相招为佛子，在《寂言记》十六卷二十五页，《寂言记》是解释这个结魔书、业书的啊、哦，都是。寂言记是宋朝林芝律师写的，他就讲啊，啊，说梵网大戒乃称佛子，小乘戒本但名比丘。咱伫弘忍经菩萨界啊，伊开叫咱讲啊，佛祖啊，你爱安那做，你爱安那做，你袂使安那做，佛祖。啊，小乘的概率拢讲 BQ 比丘尼。所以菩萨界才会说说我们是佛祖啊，佛的地主啊，但是这在四分律里面啊竟然有说叫我们佛祖，所以在四分律的戒序那里面呢，在卷一啊，你这个要看四分律藏哦，我们的四分律的比丘戒本没有，对不对？你要看四分律藏啊的律序啊，这边就有讲到、哦、这旁边我稍微写一下啊、哦。他讲来，如是诸佛子修行境界本，终不回邪流，莫逆生死海，以及呢说降伏于彼敌啊，莫死不顾命。佛子亦如是，善学于境界，五阴上坏时，终不畏命尽。他就说啊，如是诸佛祖啊，修行境界本，咱修行啊，按照戒律来修行啊，你绝对不会呢趋向于邪道，终不回邪流，而且啊，由戒身定发慧呢，到最后可以处理这个生死苦海，不会莫逆在生死苦海当中，而且由戒啊，我们说第一把武器就是戒，可以降伏于彼敌，把我们的烦恼降伏掉，这不可以做，那应该要做，这不可以想起，这不可以贪，这不可以黑白吃、哦、
把咱的烦恼啊，先给降服。所以莫死不顾命，别再犯戒。啊，犯戒呢，贪嗔痴呢，咱就呢，枉费这些这生的修行啊。所以佛子亦如是，他称为我们佛子，这是四分律藏哦。一般的小圣戒本、小圣律藏都是讲啊，比丘你要怎么样，比丘尼你要怎么样。现在说不是，说佛祖你要怎样，这是大乘的经典才会这样说。所以这边呢，就把它讲，这边是分通大圣相招，就是他的相状啊，招呼我们呢，称为我们是佛子啊。哦、所以呢，五阴上脉子，我们要死亡的时候啊，五蕴啊，这五蕴要上坏四大分离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感到恐怖，因为我这一生啊，有持戒，有修定，有作善止恶，我命中呢，我生欢喜心，我绝对不会堕恶道。我们上次有讲过啊，啊，上次我有讲过一个公案啊，这个人要死的时候呢，他这一生做好事，结果要死的时候，地狱象现出来。如果我们对教理很清楚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有些是宿世的业报，对不对？但是我这一生没有做坏事啊，我没有做坏事，所以我知道，哎，地狱象现出来的时候，我也坦然接受，哎，这是过去式的。可是我想想呢，我这一生做好事，我一定会得到好报，所以这个人呢，就意念他这一生所做的善性，持戒啊，修善事啊，啊，帮助人家，他呢，觉得呢，他心无愧疚。结果啦，这个心意念这一生所持戒的功德啊，这个地狱相马上灭掉，天堂相现起来。这个呢，我们说啊，终不为命尽啊。就好像我们说，我们这一生好，我要念佛，然后求往生。我们这一生呢，只要我们好好呢，啊，按照呢佛陀的教示啊，啊，止恶行善，修五戒，修八戒，持比丘戒、比丘尼戒，不要破禁戒，一天一夜至少中品中生呢、啊。我们要信呢，深信呢。佛绝不妄语，所以我们不要怕说啊，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冤亲债主来了，我要怎么办？我们前面讲过，地狱象限都不怕了，何况冤亲债主？那你怎么知道？因为你有听经闻法，因为你有思维教义。所以闻思修很重要，有些只有修，可是他没有闻思这些教义教理。他修行的时候，有时候遇到障碍啊，地狱象现起来了啊，这个呢，我冤亲债主来了啊，就呢慌张了，恐怖了，哦，慌张恐怖了。所以啊，这个呢，就好像呢，我们说啊。一个人呢，这一生都造恶，结果他临命终时呢，上次我们也说，结果天堂象现起来了。我这一生都造坏事，结果呢，我竟然可以升天堂啊！所以他就呢生出这种邪念，说啊，没有什么善恶因果，结果呢，这个天堂的象啊又灭掉了，这个地狱象现起来了。所以可知啊，事实上呢，我们应该啊了解说，这个此事的修行，闻思修戒定慧，如果我们这个好好的呢，相信呢，而且理解它的时候啊，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一种愿力跟呢戒恨呐、啊。一定有办法支持呢，我们往生善道。所以我们说呢，死得先升天上啊，啊，
借尽有智慧啊，使得先身上乃至啊，可以得到呢这个呢大涅槃，就是我们要有智慧，借尽有智慧，你要有智慧，你要懂这个道理，修任何法门呢都要懂道理，就是你要闻思修，你要有戒定慧，不是呢我也不想听经闻法，我也不想懂太多一句佛号就好了我只要好好做善事就好了，做到最后呢又是苦苦恼恼了，等到呢有病痛了，等到有呢有些人的境界出现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处理，那不是呢枉费他这一生做善事吗？如果这个人呢地狱象限起来的时候他恐慌了，我这一生做善事怎么会有地狱象限啊，这个佛法是假的，他马上堕地狱。所以这个很警惕我们，我们真的要呢闻思修，要戒定慧，而且呢要呢听经闻法解义，然后呢有解有行呢，你才有办法看到自己呢走了路是怎么样的方向。所以这边讲呢，五阴散坏时终不畏命尽啊。咱要往生的时候呢，我有修戒律，我有做善事，绝对无惊讲我生命已经呢了尽啦，我会对你恶道，绝对你袂使安尼想，袂使安尼想。你就欢欢喜喜的就舍报，不管是意外也好，不管是怎么样，没关系，我就欢欢喜喜舍报。因为我们要回想，我这一生没有做坏事，这个信念呐、我说这个信念呢，以及这个呢，这个正确的观念呢，我们说呢，这个随你的喜，随你的呢念，随你最后一念。你要死亡的时候，随你最后一念可以呢决定你的六道呢到哪一道去了所以最后一念我们呢还念佛，可以决定我们可以往生了。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呢，一样呢要有这些呢教理的呢基础来懂所以这边也是在讲还有呢，《法王经》里面也是讲，《法王经》里面都是在讲佛子啦，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啊，未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啊，是故诸佛子宜发大勇门，与诸佛境界护持如明珠啊，这菩萨戒都称为佛子，结果四分律呢也是呢称为佛子，所以这边讲分通大圣，这是第一个。看第二个，师生成佛道布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叫做师生成佛道金言经又讲，就即是戒本回向之词，我们在四分律比丘戒呢最后呢这个呢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咱来上界功德南宫的管理处功德那个愿以此功德抛给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你呢回向一切众生该共成佛道安尼呢会当成佛道，这是菩萨大乘的话是安那卡伫这小乘四分律内底所以一切成佛是华严经法华经圆顿了义的，那所以四分律是小圣的部派的结集的那个戒律，竟然有大圣的思想，所以判他呢这一句话呢也是分通大圣，所以昙摩多尊者呢他也是有这个义理再看第三，踏薄厌无雪，纪元纪又在讲16卷24页，他是在讲如果比丘犯到二篇的无根棒戒无缘无故呢没有见闻以三根就毁谤别人说犯重罪，
那这个娑婆摩诃子呢，他得到阿罗汉果，他是一个小孩子，得到阿罗汉果以后啊，他就在净处思维说啊，此生不坚固啊，是无常生灭，终归空寂啊。我现在要以什么样的方便可以呢得到比较坚固的法呢？所以呢，厌这个无血的身，厌这个阿罗汉的无常的身啊，求呢能够永远呢利益众生的一个方法。所以他就想啊，那我用我的体力啊来供养，帮大众生来分这个身卧具，身卧具就当造客师啊，差次受请饭食。如果有人要请呢比丘啊应供啊，他就分配，哎，今天轮到谁啦，今天轮到谁啦，按照身次呢，按照戒腊高低呢来分，修这个利他的行，无业庄严。所以就报告佛陀。那所以啊，那个当时的丛林啊是上千上万的人啊。所以娑婆摩诃子呢，这个小阿罗汉啊，他呢白天很忙啊，因为客人来很多啊，你看我们结下就那么多人啊，如果是大丛林呢是上百人啊，还要应付照顾这些呢啊，来了，这是你的疗房，那边是厕所，这边是卧具啊，我带你去看啊，那个劳碌奔波啊，晚上来了还要照顾他啊，手出电光啊，用手指呢，他以神通呢照亮呢这个疗房啊，这边是厕所，那边是怎么样，每天很忙，衣服都破了也没有时间呢啊换了啊。所以后来呢，这个呢佛呢就是应令这个白二差委之事等啊，所以后来这个呢这个他当执事，当这个造客师啦，或是知客师啦，是用白二结摩法差他当这个执事，后来呢也呢用结摩法呢送他一件呢这个好的袈裟大家呢来呢犒赏他。所以这边讲娑婆厌无血，娑婆摩诃子呢这个呢阿罗汉呢他厌无血，他跟一般的阿罗汉不一样，一般的阿罗汉呢就是呢小欲之主，少事少业少希望啊，你最好不要来找我啊，我只要打坐修观就入这个灭尽定就好了。这个阿罗汉平常有些是这样，当然也并不是所有阿罗汉，有些还是去讲经说法度众生啊，你像霍罗那啊、舍利弗、目犍连这些呢，都是一直在帮助佛陀弘法的。那娑婆摩诃子呢，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所以就举他呢，说厌无血啊，因为这个要发心去当执事呢是很少的啊，这个阿罗汉还愿意来当执事，应该是凡夫去修福报啊。为什么你阿罗汉还要修福报呢？你是应供了，所以这个非常特殊啊，这个非常特殊。所以道宣律祖呢判这边呢也分通大圣，这个人有大圣的思想，大圣的思想才想说马进啊，我给一寡代志做呢，收一寡福报，我买当学习啊，卖讲呢找着你要做工过呢啊，什么代志都不爱管啊。有时候呢丛林僧团呢也是会这样了啊，结果代都不爱管。后摆也无规矩啊，这个僧团就慢慢啊灭掉啊，大家就走啊，所以这个就是呢，要有呢，大家互相呢，这个呢，利他的思想，结果反而利益到自己，我们呢也可以呢，在这个僧团里面安住用功，不然的话，僧团没有了，或是供养没有了，或是呢，大家呢不和乐，没有规矩了，那。也没办法再呢闻思修正了再看第四，舍财用非众纪言记十六卷二十五页又讲这个比丘啊为三篇求悔，比丘啊伊也犯着第三篇的罪啊，伊要求忏悔啊，爱心呢下载下心下罪，我们要舍财。
舍罪舍心犯第三篇的。那舍了以后，舍这个财物，譬如说呢，你衣服太多了，你的钱太多了，你呢没有按照如法来说尽等等啊、哦、东西呢，或是呢这东西呢乱犯，吃的东西乱犯，好，那你犯罪了，要忏悔，要把这东西舍了以后才忏悔。衣服先舍了才忏悔，钱先舍了，那身用不还，他舍给大众生一个人，照道理他忏悔还了以后要还给他，衣服再还给他，结果呢身用不还，大众生呢，或是呢他那个忏悔主不还给他，那这时候犯不犯道啊？道罪是呢重罪呢波罗夷呢，结果呢在四分律只判小罪土居罗，而不犯道罪。为什么呢？知心虚通者，因为这个他在舍这个财忏罪的时候啊，他就讲我这个舍给你了，舍财舍心舍罪，他已经舍心了，这个不是我的，我现在舍给你。你说假舍也好真舍也好，反正他说舍给你就真的舍了，你既然舍给我，这不是你的，所以我把你用，这不是你的，所以不犯道。但是我用违背佛的教戒，佛的教戒说不可以，应该你还要还给他，所以违教犯土居罗，不成道。那这边心是虚通的啊、哦，你应该要行人，你不行人，所以违背呢这个佛德呢忏悔方法，所以要结一个小罪，但是伊不犯这个道罪，因为伊讲我已经写好你啊。一共的心的圣五地啊，所以这个心虚通者呢，意业呢，我们本来说以意业呢，来自戒呢，并不是小圣教啊，大圣才是用意业，小圣都是用身口，你爱恭维搞骂，讨客较犯罪啊，你啊心肝吼爱搞骂。嘴不讲出来，阿个不犯罪啊！大圣才犯呐、啊，你心肝呢一直在搞骂，我嘛唔知呀啊！你爱嘴骂出来，你较犯罪啊！那所以这边呢，你呢心肝的一个讲啊，心肝我写好你啊，心肝的尊神了、啊。所以这边呢，小圣教竟然有这种大圣的义理啊！所以有判他呢，犯是轻，而且呢，他呢不是重，所以啊，通大圣啊，所以知心虚通者呢，超允行识超二十九卷十三页，他就讲啊，四分离律终是大圣，虚通无序，他呢用意业来终这个大圣的理啊，虚通无序，他本来呢。这个虚通呢，这个没有这个呢，没有关系了。比如说我舍了以后呢，你要怎么样用都没有关系了。故发言成呢，事无自解。所以我真的舍给你了，你这样讲呢，就是诚实的。那你真的把我拿去用了，那呢也不会有什么事情这些呢我们出家人呢，我们有时候有些比丘你呢慢慢学戒，他讲知识看事给呢沙弥啊，给居士知识看事，这个我不能留这个留念你知识看事师父都叫我知识看事呢，意思都叫我改戒，已经要改戒了流年的改嚼了衫裤改起穿钱嘛改起用现在呢师父较讲我的流年呢，流年就吃了，师父你不是叫我吃你讲我的
低息跨息啊，啊个未使加个未使啊，所以这里呢，你真的这样子讲，人家跟着这样把你吃掉了，他也没有犯到，你这个钱你啊衣服也都给他了，你没有跟他讲清楚啊，也会这样子的。所以这边讲啊，这个虚通啊，你用心呢来虚通他，四分律是这样。如果依他不啊，一舍以后无反还求啊，任身处断是也啊，啊。那这个呢，如果依他不呢，你舍了以后啊，没有说你还要再要回来的，任身处断，十分律还会再还给你啊。他不律是那看大众生要不要还呢，自己处断了又不一样了啊。有时候各部律呢，有些呢这个处理方法呢，忏悔方式也不大一样啊。好，这个是第四个。再看第五个，沉静非根了，你所看到的六尘六境啊啊，并不是六根所看到的，那是谁看到？是六识看到的，非根了，不是根去了别的，那是谁去了别？是识。你可以看到，不是你的眼睛，是眼色。所以基研究又讲，如小妄语界，在比丘界里面，小妄语界啊，在解释呢，见闻触知。他说啊，见者是眼识能见，耳识能闻，鼻舌身识能触，意识能知。这跟所有的小圣的论点教理所讲的通通不一样，因为小圣都讲见者眼根能见，听者耳根能听能闻啊，不是识啊。结果在四分律里面讲的竟然是识。那是就是心呢，啊，所以跟有部呢不一样了，啊，有部都是讲根呢，所以了别的是心，而不是设法，啊，所以这里呢，心，原来呢小圣教理都是讲设法，只有到大圣的义理才会讲到设心法，所以这边呢四分律呢判他呢这边呢也分通大圣。啊，所以用这五个义理的来呢判呢四分律呢，啊，有些地方呢是有分通大圣的地方，啊，那他正式的所有的义理是属于小圣，可是他有部分分通大圣。好，我们看再看呢32页，再看呢范本啊。这边讲说，业有心起，故胜前机。那因为呢，假民众呢，他就认为啊，你的身口业啊，是由心所发动引起的，所以胜过前面的十法中讲的范围比较广。这是呢他有谈到心。再看第二个，分心成色，色是依报，心是正因，故名作戒色心为体，哦，那这个假名中的作戒体呢，它区分呢由心发动身口的色，那身口两种色呢是依报，心是得戒的正因，所以说明呢，作戒体啊，以这个色心为体性。你呢去用身躯啊，去礼拜，去请师来修改。你修改的时候呢，什么人叫你去修改？你家己的心讲我要来修改。所以假民宗啊，他认为是心去发动你的身口去礼拜去请示啊，这个身躯是依薄啊，
你的心才是正因嘛，你会当得解是因为你的心嘛。所以你讲做解体，不是干释法啦，还有心啊。是者坚言显证，相从明体。所以因此啊，是呢坚这个助缘来显发这个正因，也就是说，这个色心两个法互相跟从，不舍离。你的作戒体呢，是由色心两个法互相跟从不舍离来说明这个作戒体的体性啊。那作戒体呢，受完戒以后就产生一个无作戒体。这个无作戒体呢是怎么样呢？下面那一句，他说啊，由作初起啊，必假色心。这个无作戒体呢，是由这个作戒体最初来产生的，来引起的。所以必须要加这这个色心，也要有身躯，也要有心的未受戒。啊，得到呢五戒具足戒了后啊，这个无作后发，无作戒体呢是在作戒体圆满以后呢发起来的，意与前缘，因为不同于作戒体的假戒色心之缘，它不用缘了，它任运就可以照做了，他不用再有呢口请师身礼拜了，你就得到五戒具足戒，你就是有菩萨有菩提 BQ BQ 你啊，你就不可以怎么做，不可以怎么做，你就爱怎么做啊，你就跟他知道，你就得到这个功德啊。但是呢，他的体性啊，它的体性呢，不合乎呢五种呢色五种心的定义，所以啊，勉强呢称为呢非色心了，非色非心。所以无作戒体是非色非心啊。我们看呢，我们看讲义，看这个图好了，这边我们比较一下，看这个图。我们看这个液体的比较图哦。第一个十法中，能照的是他呢，只看到身口去受戒，因为你要受戒时呢，你要来礼拜来请师来讲我要受戒，能持否？能持啊！啊，所以你也当得到这个作戒体，这个作戒体是色法，因为能够看到是色法。那你受了戒以后，你所受的呢这个液体啊，这无作的液体，作无作的戒体呢是色法，为什么？它是无表色，因为它是由作戒体的色法四大所成的，所以它当然也是色法啦，而且它有肥有损啦，你如果呢持戒它就长大，你如果犯戒它就缩小，而且天眼所见啊，可以看到呢你呢现在是不是造善造恶呢，然后呢你都会得到呢，是不是升天堂下地狱啊，做牛做马啊，用天眼就可以看到你现在在你现在这个人呢，哦你后面有一道光啊，你是黑光还是白光啊，你可能会下地狱，你可能会上上天堂，因为你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哎你可以看到，所以是色法，可是是无表色。那我们前面也讲过了，这有部啊十法中，他认为啊，这个善恶的果报啊，色法也可以结成这个一手的因，一手的果，心法也可以，心所有法也可以，不相应心法，通通可以呢，有这个一手的因，一手的果，就是可以结成善恶的果报，除了无为法以外。一手因一手果，为什么叫一手啊？一死而手啊，而且那个因跟果不一样，你那个因是善因，对不对？你这辈子造善事，下一辈子得到呢好报，那个好报是无记，
你这辈子是善事，对不对？善因，可是你得到的果报是无尽。啊，恁家就较好个，恁家好个，富贵，富贵是无尽。所以呢，你得到一个报体是很庄严啊，等等，这个报体是无尽。可是你原来的因是善因，所以这是一手不一样了啊，而且时间也不一样。你现在做的，以后才感果，时间也不一样啊。这些等等呢，是在唯识学会讲很多了。那这里呢，十法中呢，它既然通通是设法，对不对？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那你呢，无色界就没有界体了，因为它没有色嘛，就没有界体了。十法中他也振振有词讲说，因为无色界不会犯戒啊，因为既然没有可攀缘的境界四大呢去造作恶呀，所以无色界不用有戒啊，所以他没有戒体，对啊。这个解释很勉强，为什么？因为他会被人家滥论，这个人本来是修五戒的，他后来得禅定，身在色界，在修到无色界，他本来是五界地主啊，他现在来修三定呢，修到呢无色界定，往生以后入去到无色界天，他本来有五界哦，你现在说他没了，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啊？所以在司法中里面，这个是一个呢很致命的一个问难啊，解释不出来啊。对啊，本来有戒，为什么变成没有戒啊？好，我们看第二个假名宗。假名宗呢，我们刚才讲呢，他有看到心了，所以身口是第六意识的心，而且呢，按照十三熟论呢，所谓的心指的就是第六意识，哦，指的就是第六意识，所以能造的呢是心法，因为第六意识利用心去发动，啊，你呢心口是色法。所以这是作戒体，那你生了无作戒体，受一个戒体呢，那是业体。这个业体呢，没有五种定义，五五一，没有五种定义，所以不是色，也不是心，不是色，也不是心。那这里有一点矛盾呢，啊，你本来有心所造哦，只有造出来的东西呢，由心由色所造出来的东西，既然不是心也不是色，那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啊？他就是讲，反正就是不是心不是色就是了。什么东西呢？也不是什么东西，就是不是心不是色。那讲是什么东西？在成熟论里面的定义，定义不出来，因为它只有六识，只有六识啊。那呢，这个呢，而且啊，他呢有能有用啊，他呢持戒随行啊，防过有用，就是防过缘非啊啊。那这个呢还熏本心，第六意识，而且他认为啊，只有心跟心所啊有一手的因，一手的果。你怎么会造善造恶得到呢？这个果报呢是好的还是坏的呢？因为你的心或是你心的作用力去产生的，你呢未来才会得到一个好的或是坏的结果。我们前面都只有讲过说是怎样我们要研究这个概念，就是在判别说现在所做的跟未来有什么关系呀，你未到诶为什么会得到一个果报，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呀？那业呢是比较广，业体是比较广，戒呢是比较小，但是一样讲这个关系，就是未来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有些定义不大一样，他认为只有心跟心所才有办法得到未来的结果。那这边就是有一个疑问啊，因为那你如果入这个无心定、无想定怎么办？难道他未来就没有结果了吗？他还是修善的了啊。
好，那这个呢，我们下一节课再讲，先下课。